那两个结绳，第一个以拇指夹，那食指中指夹着，拇指朝下，掌心朝外，第一、第二，然后从后面套回来，变成这样，叫做双套结。第一种打法，第二种打法，我们把它打一个手臂接下，来，我们做一个打叉叉的地方，打叉叉的地方，从这个叉叉的地方中间套过去就是双套，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让你套进去的时候，我们讲做双套，双套的改变，好了哈，嗯。